早晨，欢迎大家收睇耀财财经台。先同大家喺环球追踪跟进下隔晚外围嘅情况。先讲美国方面，美国供应管理协会数据显示，制造业半年嚟首次陷入收缩，加上油价下跌都打击到早段美股嘅投资气氛。但系见到纽约股市咧系有先跌后回稳嘅情况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终止咗连续两个交易日嘅跌势。能够向上翻18点，收报喺18419点。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点唔够，收报2170点。至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升13点，报5227点。至於在美國買賣的港股預託證券，較本港收市比較就是普遍下跌的。匯控折合港元就是報在58.77，較本港收市比較來說就是跌了 0.6%。 中移動輕輕跌 0.06%。 至於中聯通跌超過 1%，中人壽跌不超過 0.1%。三桶油方面的情況，跌幅都不算太多，同樣都是不超過 1% 的跌幅。跟住埋歐洲股市方面啦，咁見到咧係個別發展，倫敦富時100指數跌35點，報6745點；法蘭克福 DAX 指數跌58點，報10534點；至於巴黎 CAC 指數咧係升1點，收報喺4439點。商品價格方面，油價下跌，跌幅一度超過 3.5%。 看回紐約期油，以每桶36.16美元收市，是跌了 1.54 美元，跌幅是 3.5%。 至於倫敦布蘭特期油方面，收報在 45.45 美元一桶，跌了 1.44 美元，跌幅是 3%。至於國際金價就從兩個月的低位反彈，美國的就業市場數據向好，但是見到製造業的數據意外疲弱，市場就質疑當地的經濟增長力度，令到美元匯價下跌而帶動金價向上。紐約期金以每安士1317.1美元收市，升了 5.7 美元。好啦，最後跟住埋匯價方面嘅情況啊，美元對港元報喺7.757，日元103.25，歐元1.1201，英磅1.3272，瑞士法郎0.9798，加元1.3099，澳元0.7545，紐元0.7281，仲有美國國庫債券最新情況，十年期債券報1.57厘，30年期債券報2.23厘。好啦，數據先跟進到呢一度，以下嘅時間交俾你啦，崔氏。唔該曬 Mega， 呢一節嘉賓請嚟我哋嘅事務總監郭 Sir 同我哋講講美股嘅走勢㗎。郭 Sir 早晨。早晨。郭 Sir 見到咧，頭先阿 Mega 都有講過，美國供應管理協會 ISM 就公布翻八月份嘅製造業指數係49.4，呢個係低過市場預期㗎。咁仲有 Markets 咧都公布埋八月份嘅製造業 PMI 指數咧係52，咁低過上一個月嘅52.9。兩個數據咧都唔係咁好啦，消息係不利股市嘅表現啦。不過主要嘅指數係跌幅。在最後幾分鐘收窄翻，因為投資者咧都觀望緊，稍後時間咧美國會公布埋個就業數據，那個數據比較重要啲啦。而市場預測翻咧，稍後公布八月份嘅非農新增職位就17萬個，暫時美股係咪都觀望氣氛為主啊？其實都好正常啊，大家諗諗，美股今年嘅最低點咧係2月11嘅15503點。去到上個月的高位18668.8點，八月十五號高位啦嚇，係升咗3165點，咪20%多啦。如果你用把尺嚟度嘅話咧，其實啊，就算你經濟啊各方面因素更好嘅咧，今年嘅波幅已經行曬噶啦。後一個階段之所以能夠一路咬住個高台持續都向上推升咧，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咧事源係6月24號咧英國脱歐。咁英國一脱歐咧，綁價就下跌，咁啊龐大嘅資金咧就梗係四散噶啦。咁啊，如果綁價下跌嘅最直接或者係最容易去做嘅咧，就係持有美元噶啦。咁啊，其實喺嗰一刻咧，有唔少嘅資金咧係從歐洲啊、英國啊流咗入去美元區嘅。咁啊，美股當然之係絕對係受惠啦。美債息啊一路係咁跌，因為錢實在太多啊嘛。咁啊，跟住咧個股市咧亦都係逐步攀升。最後咧，更加成功咧，升破咗舊年5月19號嘅高位18351點。
咁啊形成咗一個逐沉頂或逐步向上沉頂嘅格局。咁啊有一點大家要留意嘅就係、是，即使數據出到嚟咧係稍為偏好都好，但係美股而家嘅估值絕對唔平噶啦。如果用歷史角度嚟講，你去到21、22倍市盈率嘅話咧，一般嚟講佢接近嗰個升浪嘅頂部噶啦，之後嘅市咧都係揾藉口咧慢慢係回落噶。但係點解呢一陣嘅大市一路咬住高台就係唔肯跌呢？其實只有一個道理啫嘛，就係錢實在太過多。因為由金融海嘯之後，美國不斷量化貨幣，到歐洲經濟不穩啦。咁啊，希臘啊、西班牙啊、葡萄牙、意大利等啊財困啦。咁啊，歐洲央行亦都係印銀紙啦。英國唔使講咧，就變相又係印銀紙。日本亦都係一路印銀紙，總之有問題嘅就印銀紙，有問題就印銀紙，包括內地中央政府亦都如是。咁龐大嘅資金流喺個市場上面咧，持續喺度滾動啊嘛。但係問題就係啲錢咧，一路都喺金融個領域嗰度嘅，喺度走嚟走去，走嚟走去。唯獨是咧就係債券啊、股市啊、股市啊、債券，嚟嚟去去都係呢兩個板塊。咁你試想下啦，喺咁多資金主導之下咧，股市有乜法子可能下跌嘅啫？咁啊，雖然就近期嚟講咧，係受到少少美國可能加息嘅一啲因素咧所困擾，但係道指都係找住個高台嘅喎。如果你睇翻成個升浪由15,503點起步計到而家嚟講咧，道瓊斯指數咧根本上就喺個高台持續喺度整固等變。嗱，睇翻落少少啦，有一度上升軌㗎。呢度係15,503點呢個低位啦，去到今年6月27日呢個應該17,063點，呢兩點組成咗呢條咧叫做中期嘅上升軌。嚴格嚟講，只要道指一路走條上升軌上面嘅話咧，成個形態仍然偏穩嘅嚇。就算高台有少少反覆，都係偏穩。咁啊，當然知啦。如果係往後一路伸延落去，如果道指真係觸及條上升軌或者跌穿上升軌咧，嗰一下就會有一個正常嘅一個消化同埋調整。但係呢個調整嘅幅度都未必會太深嘅，因為唔理你道指點樣走法都好，點樣反覆都好咧。有一個基本因素係唔會改變嘅，就係資金實在好充裕。咁啊，加上英國脱咗歐之後咧，咁啊可能啊未來啊，如果真係話蘇格蘭啊、愛爾蘭嗰啲咧係留歐嘅，咁啊大不列顛就變小不列顛嘅啦嘛。咁啊更加多錢會走出去噶嘛。咁走去邊咧？首選嘅始終都係美元區啊嘛，或者美債啊嘛。所以咧，我自己覺得咧，成個逐沉頂形態咧喺高台稍微整固之後咧，而家等。等一個藉口，一個藉口令到資金咧，再促使啲資金咧再入市。咁至於科網嘅板塊咧，我就持續睇好嘅，因為環球有一個虛擬嘅遊戲啊，VR 嘅嗰個遊戲啊，其實嚟講咧，未來咧帶出嘅商機咧，可能係以百億計嘅。你環球有幾千萬個手機用戶，如果你大家咧都係希望咧係體驗一下呢一個 VR 呢個遊戲嘅制式嘅話咧，咁淨係相關嘅產業啊，引申落去嘅商機咧，已經係天文數字㗎啦。咁邊啲受惠？咪又係最高端嘅軟件公司啊，或者係科網股啊，甚至乎Apple 啊嗰啲受惠咯。咁呢個板塊始終嚟講咧，喺而家呢一刻嚟講咧，係仍然等機會逐步向上推升，從而咧係拉動咗成個投資氣氛同埋環境嘅。明白，可以留意翻相關嘅股份噶啦。咁多謝曬郭 Sir 你嘅分析先。休息一陣啦，轉頭翻嚟會有開市錦囊嘅環節，陣間再見。